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一下那个直线跟圆弧怎么来画。我们学编程，首先得学会画图，要建模，建完模才能编程。好了，我们先进入操作界面，跟大家一起实操。我们在任务栏上面找到插入命令。曲线、直线，点一下，一点、两点，直线就出来了。确定。我们也可以，这里有一个快捷方式，点一下这个快捷方式，一点、两点，啊，直线就出来了。两点就是一条直线，点一下，拉一下，点一下，就这么简单，啊，两点。画一个直线，大家可以打开软件，一边看一边实操，这样学得快一点。讲了直线，我们现在来画圆弧。圆弧也是一样啊，插入曲线圆弧，捕捉一个点。一拉，这个圆弧就出来了。圆弧的起点，这四个手柄的东西是可以活动的啊。这个箭头是动态的，我们可以画个全圆，要多长就画多长。插入。曲线圆弧，捕捉一个点，随便捕捉一个点，一拉。我们这个半径啊，我们这个半径是自己可以设啊，比如说你输个100呀、200呀、50啊。那直线里面有很多种画法啊，我们来看，第一种，两点画一个直线。一点，两点，这样就画一个直线。还有，我们又来看，点 XYZ 怎么画？捕捉一个点，你看，我们往上拉 Y， 它始终是这个方向。你往这边 ，X， 它始终是这个方向。我们又来看点，平行怎么来算？找一个点，再找一条线。你看，上下它始终是上下，始终是往上往下，它是和我们选这条线，它是平行的。我们再来找一个点，再找一条线，它始终是和这条线平行的。我们再来看，点，垂直。捕捉一个点，再找一条线，它是垂直的。这里面有很多种方法啊，我们自己去点，自己去看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。想继续学习的朋友，可以加我关注。好了，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